温布顿网球锦标赛14日展开经典大战，除了全世界球迷热情关注，更有不少名人直奔现场朝圣，世界大咖级人物全聚集啦。林俊杰晚间晒出照片，同框崔始源、白敬亭，以 hashtag 为天王罗杰费德勒加油。但眼尖的你们有发现后面也藏着世界名人吗？坐在始源身后对着镜头打招呼的西装男，就是摘金奇缘的亨利戈尔丁。还有人也发现贝克汉大儿子布鲁克林贝克汉和女友汉娜，所有人都在同一张照片中颇有打破次元壁的感觉。看完这一张世界级合照，网友兴奋大喊，快来把你们的老公领回去，动作请快，慢了就来不及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